是当妹妹 LibriVox.org 提供的录音。 2008年3月，中国广州， 唐氏三百寿更三对直白六个教授， 请力红尖不我， 正教正，现在水大过，也经日旋满，公正理变革，手里没得花，卡门无够背，爱去蒙世界，无够山丹客，归来没一声。完毕，所有的录音都是公正所解。